姐，在不在？我就背了个好东西来。耶，这一件好东西吗？哎，对你来说嘛，肯定是个好东西噻。我走喽，等你小娃来拿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宁果儿，这是我们同村小伙背来的一个柴油机，他说是他爸的，他让我给他悄悄的弄好，接下来我就看看怎么修复。这个水箱新鲜的缺口是才砸的吧？这个油箱还有一个洞，这个排气管都已经锈通了。这个机器从外观来看就这些问题，接下来我就开始弄了。所有配件都已经在这里了，缺的配件的话我之后再找，我先把这些给冲刷。这个机器所有的配件都在这里了，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些是找的，有一些是买的，接下来我就开始组装了。
机器我已经弄好了，接下来我就试一下看喷不喷油。喷油正常，接下来我就看摇不摇得燃了。接下来我就摇来试一下，一把就咬燃了，接下来就等着那小伙子来拿了。然后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